十五上班。问讯啊，坐下来，花广清老上开示录，198页，广清老和尚开示录。咱来的时候是买，去的时候，要去的路，简单讲就是爱念阿弥陀佛。咱是带业来，但是唔通带业离去。出家爱上报四重恩：父母的恩、师长的恩、众生的恩、国家的恩。下济三道苦，出家爱会当好好啊修，解脱自在，无挂碍，则有所交代。兼用头壳的人，唔是讲卖用头壳做代志，而是讲拄到代志过去就算了，唔通阁去分别你我是非对人，嘛是同款安尼。较低的人智慧就比较较容易开智慧，唔通无影的代志讲有影。人讲啊，这唔免钱啊，唔免拍碎，伊说着青惊。修行爱注意心口意，以前有过失，咱忏悔，后摆唔通搁再造业。地网来成熟，头自然伊就会淡落来；，也未成熟的时阵，头就挺较悬悬。无好的爱忏，好的物件是忏未着，因为你看未出伊好的物件是伫倒一粒。哈，好的忏学者，那么歹的呢，就是爱忏的人。看人无好。啊，正好是改革自身、反省家己的时间。啊，咱家己是不是有影像这款歹模样的人？直直的人讲话有时啊，真无适合，真无好听。但是无应该甲当作是歹话。有的人讲甲真好听，但是心唔是安尼。有时啊，心直接心较直的人讲话无别种意思。但是听到的人伊会弯曲，甚至讲解想甲真复杂。恁拜我为师，我护恁的是佛法。若是我后摆无伫这世间，那么恁同款依教奉行，道心你就会坚固，出家路才会当行甲真圆满。家己爱去感觉，就是有根基的人。若无根基，烦恼就真多。会晓听的开始才有路用，要若是未晓听的讲较济嘛无效。凡是代志毋通去执着，有时啊拄着某一款代志，总想讲爱比啊，爱互伊比较较完美，比较较理想，一直将人放伫迄个所在，这就是执着。追求一直追求，出了家啊，就毋通阁去分别，阁计较。计较分别，这就是叫做道经。修行人食甲困，咱就随缘，唔免去执着。哈、哦，这个佛无念完啊，佛无拜完，这嘛是一种执着，一种偶像。心若开花，智慧就开；心开就念佛，念佛莲花就开。所以莲花开就代表佛智慧的意思。但是咱功夫若无够，头壳一个弯，这个念又阁无去啊！赶紧修行，修来西方，也若无即个真艰苦。你看，这么热的天气，西方是清凉所在所在。修到要去的时阵，无任何的挂碍，每一项代志拢无挂碍，只有带着咱零零角角，爱灵魂去200页。阿弥陀经当中，六方佛出广中摄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也就是六方世界。东南西北啊，顶下方皆有摄相，无管去倒一粒，拢是爱去西方。师兄弟爱讲一寡佛法，唔通讲一寡世间法啊！也若无，愈讲就愈远。阿公阿妈就讲来道。接落来就讲，倒一只较好食，倒一只伊就较歹食，规工拢咧无济。问讲后摆个时间真长，真担心，是毋是会行唔到路？要若行唔到路，是毋是真可惜？答：每一工透早来起来，唔通去讲些闲话，啊，讲即个，讲迄个，爱赶紧去拜佛念佛，公事办完就办事事，啊，小静一下，安尼头壳比较较会清醒，较有正念。
人伫咧做啥物，讲唔对啥物代志啊，但是唔通对人做唔对代志。了后，等下小想一下，爱家己会晓反省，咱是毋是有做唔对代志？安尼，咱即个正念才会清清楚楚，家己所做代志对甲唔对？有善根的人，甲讲一听会入。原来是无善根的人，你该讲，伊搁甲你硬硬，搁甲你冤家。有善根的人，书讲伊，伊知影书伫咧教伊，伊讲啊，我会忏悔，我会好好啊做。原来无善根的人，反倒转来书那咧讲伊安怎安怎，伊就是开始起烦恼啊，就想讲，人都好好啊，在家都好好啊，我有爸母啊，食好好，穿好好咧，那就来出家，互你受气啊。但是在那个世间人，那是讲。嫁人了后，就是咧搬一出去，结果因为啊，伊情执啊，嘛是搁在对落，还是有人想讲要离开这个所在，那以后就无人敢搁甲讲咯，唔通讲阿叔讲几句啊，当不当伊就要离开这因师父，安尼嘛是会伤到师父的心咯。两百空一页，轮回是有诶，唔通讲无，轮回是真艰苦的代志。咱的衣食住虽然无好，但是修行是清净所在。咱心中无啥物，嘛无啥物代志，逐天心中拢无存在啥物代志，安尼就是修行。这个清净心、清净的所在啊，就是修行。那么在家呢，就是五浊恶世。喜欢老和尚雕山的时阵，赤脚无穿鞋啊，干那一块衣啊，穿这个薄服啊，安尼拉腰啊，伫咧度过这个日子。雕山雕到多一粒，就算多一粒。明仔载是明仔载，明仔载再去讲，心中也无所住，安尼就拢有两天护法护持，咱就是无这个愿力，也无法度吃这个苦。咱若有愿这个愿力，有什么代志拢做会到。今仔是今仔日是今仔日，明仔载是明仔载。今仔日来当身体袂歹，卖出毛病，念佛过啊就真满意咯。明仔载，搁再来一瞬，明仔载再去讲，所以要把握当下。唔通去挂碍，所以讲唔茫讲想太济后摆的代志咯。今仔日爱做今仔日的代志，问嘿是唔是讲卖管任何方面的代志，拢卖去挂碍，专心伫个得着着。答会晓听的人，听一两条就会知影，唔是逐条拢讲。较早的法师讲经，拢留淡薄啊物件互你去参听哦，唔是逐项拢讲，就唔是咧讲故事个。每一个人拢有。一百度的烦恼，较早伫材料的时阵，看愈有修行、愈有功绩的人，特别要甲试看卖咧，所以就特别用迄款无理的态度去甲刺激。但是有时啊，看伊咧，代志做得真好的时阵，偏偏去甲破坏，无代无志去甲攻击咧，看伊功绩到多一粒，安尼一试就知影，过来靠牵了，就随知影功绩咯。有修行人会求忏悔，会忍辱；无修的人未甘要试啊。爱看有根基的人，才会当试到多一粒。要那无呢？无根基，现见无根基的人，2022伊就增加伊的烦恼。伫台湾是行不通的，一般的女将呢，对爸母迄个身躯边疼咩咩笑咩咩，安尼来到这个佛门，个扭扭捏捏，一点仔都无受修行人。迄习气够有够重，做人的习气都有够重，用的方法拢是世间法，唔是真正修行人。人识派，这就是好。要那无每一个人规百多拢烦恼，要那去修，就是为着修起咩？有烦恼，唔才得修。哦，有烦恼才得爱去修。要那无咧，咱每一工就是安尼啊，食食咧，做做咧，也无去饿到，到老来嘛是拢同款咧。那么伊讲伊伫咧修行，但是这个所在啊，烦恼真济啊。会攻击人呢，打击人呢？你以为讲是歹人，但是伫个修行修得来讲，迄是对咱修行足有帮忙的呢。感谢咱业境的人，咱老师也感谢伊。迄是西方钱呢，你不要赚，等倒转，搁走去考，有够可怜。无根基的人烦恼一大堆，就是你甲伊解释，伊嘛听袂入，说袂定当，烦恼都无伫，正念就无法度出来。恁女将染病真重，就是感情的病。唔通过来迄个爱情啊，有时啊，佮爱别离啊，两个查某囡仔做伙啊，困啊，伊就讲你为甚物要甲我好咧，要甲我离开咧，要离开一点点啊呢，安尼佮接着落去就完了，那就掉毛咯。做相处的空气是无条件的，唔通啊，万天的幽灵，
每一个法师度众生有伊方法，袂当讲随随便便来诽谤、来批评，因为啊影响别人对佛法的信心，这是唔好的代志。现比丘相就是佛相，有比丘法师来，咱就爱问好啊，爱甲伊问，爱甲伊交代，唔来去分别讲啊，这个出比丘有修行还是无修行呢？有修行，咱再甲交代；无修行呢，咱就看伊无起。咱修行人袂使安尼一个。啊，一边咧做工课，也一边在咧念佛，这就感觉讲，确实有地界，确实有因果，确实有轮回。安尼，咱就经过家己，唔当做违背因果的代志，就赶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别人好的，咱来改恶乐；，啊，那是歹，咱啊，如果哪个赞成，安尼就罪加一定咯，歹袂使恶乐。两件好的，唔当改变做无好的。啊，这是指上主的物件，会用的物件，爱尽量使用，保存了得宜，唔通无心，也是故意来改坑我派去。做人那是出去修行，才有这个价值。要那无伫社会上，就生囝、饲囝，要到死的时阵啊，要去烦恼这个囝孙要袂请，就唔甘愿走。人有生老病死啊，爱别离顶八苦啊。那受惯了受苦行的人，后摆就有修神通。什么代志到迄个时候，伊都拢知。家己有所觉，家己有所主。听话爱会晓听，爱听闻佛法，唔通听伊俗里俗气的。头前就是解脱，哎啦后边就是有一个相，那有一个偶像后者。啊，后壁就是叫做是是非非，计较利我相，这是歹经济爱放弃，两把空是呀。讲话啊，听话爱对的才听，如果若听无理的，会影响别人，咱嘛受因果。爱修行啊，爱修行，每一个人拢有佛性，这是指佛性性，就是得有利偶像，那么。一定会起争夺，出去不是来修道经的，出去是要通利大众，也就是每一个人拢好，经藏拢拢伫咱的心，戒定慧嘛伫咱的心，戒定慧不是用讲的，是爱用去做，确确实实去行，爱就是修五蕴。上经不是啊，干那安尼唱的就好，爱去体会啊，这个意义，要那无出家啊，就非常可惜。讲是安尼讲啦。要修到自己看到就知影，自己悟会出来，要是无大家就变成真执着，就是指经典咯。福音不是简单的，不是一直做，像咧做牛安尼，一直做嘛，不是办法啦。人就是人，不是牛啊，啊，不是一直做，不是办法啊，一拖到头来也是拖啊。我咧问啊，讲啊，我要想要离开即马大即个寺庙，目前有三个所在，也嘛唔知何处，甲我有缘。答，这是心的问题，唔是所在的问题啊。那么心若不安，就是所在就未安定。如果那是心未安定，你就是走去个西方也未安定。咱的心咧，亲像一只狗啊，一只马，乌白乱乱撞咧啊，一个手。转过来，哎，就安定咯。一念之间咯，戒律上重要。戒律若清净，心就清净。如果若不安定，就是咱这个心呢，看什么代志拢未顺，这就是有偶像。哎，看什么代志拢唔是我，安尼代志啥？看什么代志拢会顺啊？要去到西方，哎，修个一心不乱。什么代志一念清净就是西方。心若未安啊，什么？大家拢去撞去走，那么一心安心。啊，爱依心安心，也来无必用心的安呢。啊，如果呢，这个心一直走，那么你走哪里去呢？赶快心拢未安。两百空五也第二行，问就每一工拢爱持咒念佛，又搁增加法华三昧，心就亲像咧啊，这个打着闲岔，答家己呢无注意袂使，专心念佛看戒律拜佛就好。代志呢愈多就愈执着，心就愈安。所以讲做功课爱有一个约束啊，唔通甲人的好提来修，这就是苦，就是执着。如果有攻击的人将人的歹的所在提来做一面镜提来修，佫较好进步。啊，如果那袂晓，安尼咱就起烦恼，心要安就真难。所以咱啊，找着心内迄、那个不生不灭的，唔通找着外口迄、那个心灭的，爱找着本来家己的自性是啥物啊？听着、甲看到的，拢是外口的，即家己的
参加其本性无关系。某一个技术问念佛会当见佛未？答未当，佛是无相的啦。啊，答大势至菩萨念念佛圆通中里面安尼讲，讲着众生心亦复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。安尼要搁安怎解释呢？答对，就是心开，就是见佛，这是指智慧，不是指相，所以这个见自性佛，意思就是讲佛。不是由色相来见的，是为心性智慧来见的。问那雕山应该如何才是如何的雕山呢？答那么真正要雕山就要慢慢的拜，要万年放下，不能挂个一心一处。现过来206页，出家要在大丛林人这个所在，不能三个五个，要人这个所在，人将一旦分开，人多才有肉的东西通参，那肉的人才是我们的指导路，这样我们才会进步。祖师 大多分都出自这个厨房种菜等等，最没人注意的所在，最没路用的所在去修行、啊、现在升天师来的人什么都有，但是你脑中出境，这就是真正修行。为了人走去买路，明天的修行甚至车到过都不知道，他也没什么感觉。哦，这点我是较无赞成啦，念明白龙师，这点我是较无赞成。修行嘛是爱查车，什么时阵有来噶无来啦？爱注意家己的心啊，爱是内心，内面的先欢喜心，唔通外口的环境好就欢喜，也是讲啊照顾，爱照顾家己的这个心，爱照顾好些，唔通一直妄想，唔通一直啊，这心唔通一直去注意外口的境界，这跟咱生死无关系。爱修家讲我。无咧从啥物，无安怎受苦行是爱锻炼家己咧，是毋是会当下心？这个辛苦是假，一定爱歹，佮安怎补你嘛补袂好就对啦。男女将讲话唔通面对面提物件，卖讲手直接提互伊，师傅是有定力嘅，也那无就是讲啊离开一百步嘛感觉嫌伤近。所以咱现在恁的正念也不过无够师傅的十分之一，所以真危险。啊，男女将小可较接近的危险性就一直加悬，所以爱多注意。念佛就是话禅嘛，为人讲虽然闭关，可是呢，啊，佮想了真多，心内也无清净。咱是静坐坐忝啊，就起来跑跑香，念念佛，心内离境就是禅，心袂使独这个境。咱爱维持这个正念，心一定爱离境。咱内面还佫真侪歹、无好的。现在啊，咱讲这个话就无正念啊。出家人唔通啊，沾染染这个爱，别离苦，那就佮在家人同款。都是代志爱会晓回光返照。受苦行的人是咧培养这个愿，看是唔是有这个愿业障少，啊那愿力伊就发得出来。诸佛菩萨行道就是以这个誓愿。女人啊，比查甫减少500岁，也是因为就出生一旦解脱，像良女啊，不下就成佛啊，真正一修就无了分男女种，唔通顾着这个身体，讲食饱就好啊，穿一修安尼就会使，无啥物困，但硬困，都伫个房间啊，上来上去，唔知咧上啥，反倒转来贪念伊就来，伊就着迷，伊就散乱，就无度心。为人啊，你讲别人的是是非非，咱家己啊也唔知影，唔是故意要安尼讲，而是无数劫以来带来业障甲习气，互咱安尼。所以咱啊带着这个无讲的死，咱就千万爱会晓改过自新。团体内面上惊这款物件啊，所以是非是团体毒瘤，就是癌啊。是非就是团体癌。那边讲做代志，爱甲当作亲像咧佚佗同款。啊，敢那无啥物代志发生，心都爱当做这条主，唔能叫外境看去，叫转去。天灵看到咱，就亲像乌毒虫，就像那便所内面一尾虫同款。阿弥陀佛了，发了48大愿，要接引咱去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咱呢，却一直贪恋这个娑婆世界，啊，将这个苦海当作快乐的，就亲像便所内面的乌毒虫。咱呐，都感觉讲，这便所虫是真臭啊，臭甲袂偏执啦。但是这个乌毒虫真臭，这虫。去贪恋迄个臭的所在，也亲像咱人贪恋五欲六尘同款。咱若是咧将这个虫放伫个清水，伊说这只虫说未习惯，说会死啊，迄就是执着的关系。平日日用
啊，用色的时阵就遐念就好，也那无呢，念阿弥陀佛嘛是真好啊，两百空杯啊。现在在当个所在，先将这个禅门日诵的内容啊，解悟好也清楚，后摆伫个净处伊就用会出来。出家要有正念，社会人就无正念咯。行住自我，爱去领悟体会这佛道，才会空过光阴。去体会这个佛道，歹念头才会走出来。也若无正念，嘴虽然无讲，心内却哭哭想。现在少年人出家呢是真危险，容易去学外境所转，半路出家结过婚的人，伫社会食过苦的，煞变得较稳。啊，因对这外境就较自在咯，袂去学去转去咯。但是如果呐少年人出家肯修行，智慧开啊，就较简单，容易成就。这半路出家，也阁是比咱人啊，比一般的人啊，多修两百年，比啊时间爱较久得着。修行人境界都得愈迈是愈好啊，出家甲在家是无同，出了家是愈吃苦愈好。修行道路这是真侪甲世俗无同款的，唔是要争讲对甲唔对。较早有两个徒弟咧打坐，一个坐了真庄严，一个坐了东倒西歪，因输个这皮的这个鞭子啊压起来啊，就讲起咧这较庄严的徒弟。啊，要怎嘛？诶，人马上就起心念心，讲，我坐好好，你搁甲欠，啊，就生烦恼咯。所以，迄个徒弟真惭愧，就赶紧请示师父讲，啊，来，师父啊，我坐了好好啊，哦，哎，我都坐了唔对，请师父指导。所以讲，修行唔是咧争对甲唔对，啊，这就是人所不断啊，是爱有这款功夫做对了，人讲你唔对，你嘛是爱接受。有相看得到，无相爱咱坚固心啊，是非当作未晓，哎，唔通叫多去，唔通对谁去走，哎，两百空高压，有时间加看一寡经典经册，是要让咱了解知影，依照经册只是去修持啊，唔是讲阿宽来去讲啊，为人去念册咧，读册咧，甲少。甲一般世间人同款，社会人同款，无啥物解脱解脱。所以真侪人啊，愈念就愈做啊，爱把握时间，唔通啊，互时间空过啊。一旦看经典，拜佛念佛，静坐上经顶顶。虽然伫之间爱讲佛法，唔通耽误这个世间法，也若无愈讲就愈远。都阿公阿妈佫讲来斗，佫无够，再刷落去讲，怎话好食，怎话歹食，佫摕来斗啊，唔通。唔通讲加看册啊，唔免加看册，只要多念佛，智慧一开，经藏自然在你的心中。唔通讲起讲啊，要食偌好，要穿偌好，只要会当初衣淡饭啊，简单食就好，会当冻咧寒，腹肚袂枵，安尼就会使接修行，袂使执着执着，就一定会生烦恼。修行是要去贪嗔痴，达到心口意清净。受了别人的攻击和批评，咱应当爱忍受啊！就是讲，互人冤枉，咱嘛爱忍受。啊，佮感觉讲，真感谢大家哦！忍辱就是智慧，升天师就是西方的道场。外来出国出家众，乃当遵守规矩，咱拢会当带来。就亲像今仔日打佛山，你乃当遵守规矩，后摆拢是机会。两百空十页。修行爱无我相，唔通讲家己过去安怎外高拄外高，白天阁正地，有啥物身份？我官做偌大，册读偌济，出了家就无身份学历的关阶之分，大家拢同款。入佛的门中，就是大家拢同款。也若无，这个心就袂当安落来，就无法度修行。咱爱下心为上主做淡薄仔工课，若想计爱惜这个身躯，咱就无法度修福，反倒转来，搁去予臭皮囊骗去。一早起起来，先望咱这个头，为什么要出家？为了了生死，了脱生死，无修了轮回里出家，所以爱提起这个道心，进修啊，进修家己的执事啊，那是讲啊，干那要吃，唔肯去做，无尽职务。好不能用完业障一到家己啊，这个就带不掉。女众应当尽量避免跟男众交谈啊，出家应当啊舍弃这个爱别离的痛苦，唔通攀缘。受了戒就爱去做啊，唔是讲我受了戒，我就要做大法师啊，无迄个身份关阶之分。咱来当乐意接受别人的指导，该劝导，卖去违抗不服。
卖去分派色啊，派系也卖高心道格，唔通想爱惜这个身躯，看病时卖去插伊，啊，这是一种考验。咱一直插伊，就去有靠道啊。拄着病苦的时阵，咱应当更加体会着人生无常，难免生老病死苦。愈病苦，咱就愈加倍努力修行用功。211页。在家有苦，出家也有苦，但是在家所修的苦是无什么目标、无什么目的的啊，无意义的啊。咱若来出家修行，才会苦，这是要了生死，不修轮回，所以修行人才会苦是有意义的咯。出家饭是无简单吃，若要吃了出家这个饭这道吃了会稳，也得要好好修行，要不然就失去这个饭碗咯。凡事不是用跟他讲的啊，去分别的，是自己开智慧体会出来。咱若受苦行，就是要消业障，所以对自己的言啊所讲的话甲行为，爱多加注意，较免带来这个业障来啊，又个带来业障走。对佛法啊，未讲了解甲修改啊，无了解就修改，会造成功过甲傲慢，唔通惊得失的罪孽呐啊！家己的积蓄要做好，啊，唔通讲啊，惊讲得罪人呐。家己的积蓄要做好，该讲的咱就是爱讲，唔通做这个人情，较袂落这个因果啊。识人唔通识因果，所以在这个所在，倒一个无遵守规矩，你就爱检举。目睭紧紧甲看，哦，也嘛是爱大家好，爱团体好。起烦恼的时阵啊，唔通啊，讲这个讲安尼，迄个讲安尼，讲来讲去啊，惹事惹是惹非，上好嘴点点，规工啊拜佛念佛，会当解决咱的烦恼。爱听接书人的话，若有闲的时间爱多念佛啊，看这个经藏。翻过来212页，有啥物唔知影的，就应该去问师父甲师兄，唔通惊讲无面子哦，家己啊家己去做主啊，敢若知影讲食，也唔知影要修行。吃这你就歹消化，较早这个罗状元啊，家己知影地位啊，啊真悬，伊也未讲烦恼这个食较轻啊用啊，但是呢，伊知影讲安尼呢，会对了，富贵毕竟未当真久啊，因此伊就放弃这个状元的职务咯，啊，这官了就出家，状元来出家咯，所以伊担心啊人啊，知影讲伊的新闻讲伊是状元啊，有一天伊就打杂，伊就开悟咯，知影讲啊。他咋洗盘啊？破了规矩，赶紧背这个相珠。这罗状元啊，是无偶像，所以才会开悟。今仔日咱出家来修行了脱生死，不是要来享受的，受苦行就是磨练咱家己的心性啊！爱会当，让咱无偶像、无贪嗔痴，达到心口与清净。唔通一直希望讲别人要来布施咱偌济偌济都偌济，唔免安尼啊！真正出家修行，唔通靠这施主，只要咱努力修行，如佛讲的乞丐修行，有了成就，天龙八部就会拥护咱。今仔日。咱一旦这个以自失积聚的道场修行，更加爱努力修行，爱珍惜做代志，爱心甘情愿，唔通啊不争不甘啊不管啊，听挂弄个乒乓球啊，穿大点玻璃拍破敢无半地，咱唔通安尼做什么代志，心甘情愿才会开智慧。现在的人跟较早的人无同，较早的人的道心是十分，即卖人的道心啊，就一分啦。啊，较早的人带到大只的丛林出去，唔是遐简单嘞。就只出去伫外口做苦工，做个某一个阶段，才会领这个技术。出去是爱修行啊，唔是讲到外口去读册咯。佛堂伊即卖所教、所讲的，无一定完全是佛学，拢掺杂着一寡社会学啊，接受久了。心就无法度脱离这个世俗咯，唔通着想讲，哎，我规工咧做啥？心规工咧做，心规工拢感觉我袂咧做啥？今仔日咱有这么好的修行道场，唔通去想讲，我要来外口做一道场较好咯，还是心未安？啊，那心无安，无法度安定的人，也就是无法度修行的人。修行爱扫地树上。啊，袂使有偶像、人像、众生像、修者像，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咱卖去分别心。咱卖像伊安尼就好，所以先观察家己啊，人人拢有佛性啊，若做唔到，甲原谅一下，佫予伊机会，
咱是凡夫啊，男女众应该分清楚啊，保持一个距离啊，以免中咱的道。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啊，今日一直得到人生啊，就好好修行咯。六道当中啊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都得到五鬼畜生啊，该是人去做的。修得好，往善道；修了不好，犯着五戒，一直对恶道。人为什么会修轮回呢？就是因为七情五欲太重了，去有七情五欲所迷。归根都是为着财，也无得为着女色，为着名，为着色，为着困，这个烦恼恶业就是安尼做出来。变过来，214呀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就是说啊，在生啊。啊，修那家财万贯啊，死了伊嘛是走未去，万般带不来，唯有业随身啊，唔通搁在为着这个色身、金瓜之物啊，浪费美好的人生啊！啊，贪早修行啊，有一款人讲啊，食菜人讲食菜话啦，那是所有全世界的人拢出家，这个小骗子呢？告诉大家来当出家，咱就同往啊，大家拢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你是不是真好呢？咱家己知影，咱是父母生，可是，在父母要未生咱之前，咱本来真正面目又是安怎呢？死了到底是要归向倒一个去？咱既然听到闻了佛法，佮有知影讲有一位阿弥陀佛了48大愿要度咱，所以只要念伊的佛号，就会当接引咱去西方。伊有这个愿，那么还有这个往生的愿，往生西方的愿，咱来深信有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有一位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祈求信愿行，随时念佛，到临命终，咱有正念，会当念佛，阿弥陀佛就来给咱接引。啊，咱点滴啊，可是讲咱阿个在咧挂碍啊，惦记着娑婆世界任何一尖一错误，咱就爱搁在修轮回。卡在大陆丛林，只要有人犯错，地契书拢卖讲伤济，将伊个名写起，放伫公布栏，伊家己啊看了。就走路了，哎，现在地基上的公里，你估计冤家，就是参卡在滚去查伤济咯，啊，未讲就个冤家咯，啊，卡在的煮菜拢真简单的煮罗汉菜啦，那今仔日的讲究呢，出家人比食比识家人啊较好，卡在伫大陆丛林的到外口去参学，啊，物件来乌白坑，乌白片，伊则无咧管理，一路目修，那什么钱都等下呢，爱求这个啊，地基书。做代志爱用头壳去思考啊，唔通人讲这件代志啊，安尼讲，咱就哎，拢总啊一成不变爱去做，爱有判断的能力，也来不如亲像只戆狗，这个戆狗啊，骗了这个石头呢，只狗就去堆了石头啊，迄就叫做戆狗，伊唔知人家骗的是石头咯，伊也跟人去捡，真正有够戆狗啊！爱写这个字条，有写你的这个纸，有写你的这个纸呢，有你的这个纸，咱卖去啊糟蹋。啊，爱提起烧，这嘛是一种美德咯。亚大笔的朴书，大朴书虽然啊有学识，但是无一定有饭通吃。但是呢，咱来亚地头这个大笔笔啊，那亚会硬，亚会稳，那咱一定唔免烦恼无饭通吃。做代志爱有耐心啊，咱那是咧啊整理环境啊，咧清洗这个环境，赶快爱真贴地，赶快用咱家己的心。不但是听外口啊，嘛在深咱内心，所以啊，这个心爱洗得会清净，洗外口爱去洗内心，啊，啊一边做一边念阿弥陀佛，啊唔通放逸，啊唔通叫意识走去，啊这样咱达到心口与清净。但梦想还是烦恼的时候，爱赶紧停止，继续念佛，啊，就那个梦想继续拍，咱就卖去插伊。啊，也是爱念佛，才袂去哦，退失道心。咱这个个体难免有病苦啊，这是属于小病。但是咱的梦想就贪嗔痴，这就是大病咯。那么有梦想，咱就爱继续轮回，生死就无法度了。为着要保持里面种的正念，咱平常时啊，得多服用阿弥陀这贴药，这贴药，达刚服，时时服用阿弥陀啊，要不死了要追到去，唔知咧，吼、哦，安尼好。今天读到这个所在，18页。